来吧，今天密室里的五位男嘉宾啊，此时此刻正在抓着您，咱们连线好不好？来，一号男嘉宾你好。女嘉宾你好。来，对待女嘉宾第一印象如何？啊，挺好的。嗯，啊，就是身体呀，各方面都挺好。这位男嘉宾就是经常说的，就是挺好。对啊，挺好。嗯啊，您是属于那种一次值千金的男士，是不是啊？轻易不夸人，夸人呢都是属于一个字一字蹦。他都来两三期了，姐，就是挺好。偶尔高兴了整俩字，挺好。他说你挺好，你说他。谢谢。来，二号男嘉宾你好。女嘉宾呢？挺好。传染呐、啊，这个批发的这哪儿好啊？哪嘎都行呗。哪嘎都行啊？哪嘎都行。这你要求长相啊？长相哪嘎都行，挺好。长相哪嘎都行啊？就你的要求是对方是啥样的？温柔一些对吧？善良一些。你感觉他挺温柔，挺善良是吧？啊，对，要求他年轻点的呗。年轻点的啊？嗯，您多大年龄？我这也孩子岁数挺太大。您多大年龄？我六二的。五十九啊？五十九岁是吗？对。您要求对方要年轻点是吗？啊。多大年龄啊？小两三岁的。小两三岁的啊？吓我一跳。女嘉宾您今年多大年龄？63。哎呦，确实是稍微大。你不会找比你大的是吧？我那么不能找我大的呀。啊，那么好，谢谢我们的二号男嘉宾。来，三号男嘉宾。哎，嘉宾，女嘉宾您好。男嘉宾您好。才不说了吗？身高1.6米，对不？1.62米。啊，那对，我挺相中这个高度。这个高度，人家啊，我挺相中。人家都报身高了，啊，您是不是也报一下？我1.58米。1.58米。身高1.58米。穿鞋还能稍微高一点，1.61米啊，差不多少。嗯，行不？高矮无所谓。嗯，三号男嘉宾是一个性格相当开朗的一位男士。嗯，可招人稀罕了啊，小孩只能这么说，就是虽然是个矮了一点，但是他内心非常的高大。好，四号男嘉宾你好。女嘉宾你好。男嘉宾你好。我看你这个身材不错，个儿不矮。嗯，还可以。人家长得挺白，这个性格看还挺温柔，还。谢谢，全说到点上了，是不是啊？他说话你爱听不？爱听。哎，您真仔细看了？真仔细看了。皮肤白呀？啊，对。哎，感觉个头也有。个头也有啊。另外看了个性格哈。这笑呵呵的，性格还已经挺温柔的啊，老笑呵呵，一看这性格就挺好。是是是是。嗯，你喜欢这样性格的吗？哎，喜欢呢。啊，非常的喜欢是吧？对对对。你喜欢像我这么厉害的吗？厉害的我不喜欢。不喜欢。好直接呀。就是你喜欢他烦我是不是？好了，一会儿我有一点啊，我这岁数大点儿。您多大年龄？我岁数今年周岁73了。73岁。大十岁，大了10岁、哦。这个就是说，看两人相处的感情怎么样吧。您身体咋样？我身体还行。非常好，是吧？身体还行。我来了，这是第二次了。哦，所以说女嘉宾说了，那得看看俩人相处，年龄呢暂时不是问题，是不是？嗯，但是如果俩人相处之后发现这10岁的年龄就存在代沟，那没办法了，好不好？对对啊，哦，好好好。好嘞，好好，来五号男嘉宾你好。哎，你好，女嘉宾，你好，主持人。男嘉宾，你好。看了你的，情况挺好。那个啥情况？我是60年的，那个咱们俩比较合适。呀，60年的，就这事儿，剩下别的就没有什么条件了。那我比你大的，女嘉宾比你大，大一岁。啊，谁说比我大？他60的，我58的，大2岁。你58的啊？属狗的呢？是。哎呀。没少大呀，行，就这么地吧，没问题。女大三抱金砖嘛。对对对，那你再大一岁吧，要不？使点劲儿呗，要。行，挺好，挺好。可以是吧？来，谢谢我们密室里边的5位男嘉宾。好，
那么连线结束之后，你要从五位男嘉宾当中首先来选择一位和您聊聊天，那么你也可以听听我们二位给您的建议。我发现咱们姐姐啊，这个温柔的笑容啊，的确是让我们感觉到心花怒放一般。所以呢，你看咱们密室里的五位大哥哈，那真是赞赏有加啊。马上啊，前面这几个人有点惜字如金了，但是说都是好，挺好，好着呢，都是好是吧。那夸奖的那个劲头那是一个比一个，所以到后面一浪高过一浪，一到四号的时候中相中你了，人家感觉到哎呀这哪哪都好，那必须要上来和你见一见。虽然人家大了，可能是岁数稍稍大了一丢丢哈，一丢丢而已而已，就是十岁差不多吧。但是呢，我觉得这种气势和感觉对你还是特别感兴趣的。另外一个还有一个五号人不嫌你大呀是吧，人还想女大三抱金砖的，所以我觉得四号和五号的热情特别高，没有问题，挺好的。你看把五号叔叔给急的，行行行，挺好挺好，你就这份热情谁能拦得住啊。所以五号肯定是首选，我觉得这个性格太开朗了、对不对爷，咱找一个乐呵在一起过日子，跟活宝似的，是不是天天逗你开心，是多有意思呀。还有刚才瑞来姐推荐四号，我也特别的推荐他，因为咱们在化妆室哈，在那个休息室的时候我们也都见过他，他人家想找的是啥人啊，沈飞的，他是沈飞退休的，他就想找一个哎呀会过日子跟他消费观一样的人，虽然挣得挺多，但是他挺节俭啊，然后身后可能有好几套房，但是他想找一个真的真真正正能懂得生活会花钱，那您肯定是符合他要求，所以你俩匹配度特别高。至于一二三号，说心里话刚才说啥话我都没听清，只感觉他们有点嘚瑟，有点抖紧张，我觉得今天就选不紧张的四号五号叔叔。